常简单的关系观。超简单的无人机管理哈，因为目前呢、啊，现在民航法修法啊，修到那个主管机关民航局，现在开始就是主要的部分都外包出去啊。这个是他的那个网址跟条文哦。然后后来现在还有一个最好笑的是，现在遇到了现在暂不明定警察机关，就是把全责地方单位要执法的单位。警察机关拿掉了，为什么警察机关会反弹？是因为他没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啊，因为这个东西它是飞在天空上面的。那这是网址的，可以参考一下。他现在真的是修得很心酸，他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去管理。那其实这个条文哦，跟条文多寡跟复杂没有关系，真的是用对方法。因为现在无人机我们现在速度30秒可以飞1公里，啊，真的政府单位不知道怎么去管制它。啊，现在我们的民航法定250公克以上以下，250公克以下它不管，就是你只要未来无人机台湾会出现很多250公克以下的，就是很轻的。现在目前已经有了，我知道有2款。就大概200多一点点。那现在如果我们大型的无人机啊，它用 ADS-B 这很好管，就跟飞机一样很简单。可是如果大量使用 ADS-B， 这那个航空系统会爆炸掉，不可能。那今天谈的这个重点哦，这很简单，就大概重量10克到35克，这个应该。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东西，每个人手机上面都有蓝牙，这个很好管理。以后如果用这种技术来管理，以后每个人手机都可以去抓到底这个天空上飞的无人机到底是谁的。那它的距离啊，10米到300米，啊，我实测100多以上都没有问题。而且重点是它电池1-2年才可以更换，1-2年的时间去更换。这时间非常久，那所以说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东西如果用这个技术去推广，其实飞友会非常欢迎，因为他就不需要再去买寻机器，因为很多人会机器掉了，他根本找不到在哪里，有这个东西，他就刚好是可以拿来追踪的，那随身行用中就可以去追踪，那专业型就直接加天线而已。那、啊、这个测只要手机或者是设备就可以去侦测了。提我。OK。好，谢谢。